近日，鹅厂作品播放量排行榜公布了，青年演员肖战排名15。作为成名不久的实力派演员，肖战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，已经非常棒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肖战上榜的作品仅有三部，并不是肖战不够优秀，而是肖战只是凭借三部作品就可以上榜，更能体现出观众们对肖战作品的认可度。据悉，鹅厂播出作品的播放量排行榜公布，名列前茅的有赵丽颖、孙俪、靳东、迪丽热巴、江疏影、陈晓、杨幂、杨紫等，无一例外都是观众认可度非常高的实力派演员。至于肖战，排名15，上榜作品仅有三部，这只是鹅厂平台的数据，并没有涉及到其他播出平台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看到肖战能够排名这么靠前，非常开心，只有三部作品在鹅厂播出，播放量居然可以有这么高的排名，足以印证肖战的优秀。接下来的肖战，还有《玉骨遥》确定播出，这部作品早就已经处于未播先火的状态，如今迎来了开播，相信又会引发一次轰动效果，肖战的表现自然还是不会让观众失望。总之，恭喜肖战，希望青年演员肖战继续努力。实际上，肖战本身并没有在意这些数据和荣誉，只是我们大家会拿出来奔走相告，分享好消息。肖战的态度如何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踏实、努力、敬业、积极，这样的肖战，未来还会有非常好的发展。